自己。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66条经典禅语，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。自己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66条经典禅语，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。